摇滚区吗？摇滚区朋友，你们好吗？
辛苦了，我相信你们应该在这边也等了很久哈。那你们呢？问帅吗？谢谢。要不要位新朋友们 ？Hello， 有很冷吗？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我唱歌温暖你们好不好？好。前面的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现场当做一个这个大型 KTV 了啊。所以如果等一下会唱的歌曲、会唱的副歌，都一起跟我唱。那带来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在今年发行的新歌，也是当时在疫情时候写的，然后我觉得它很适合啊当毕业生的歌曲。希望你们喜欢那首歌《最后一堂课》。
水在下面啊、OK。好的。下水。我别人的水。没有。工作人员给他的吧。那为什么？好。可以吗？我可以跟可以下来吗？下来，上来一下，来。Hello， 来 ，selfie 一下好不好？手机，手机，来来来。Now three, two, one。我的牌子，三二一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好，那我们中间找一位。我们拥有的曾经。
健康，然后想减肥的祝你们减肥成功，然后想脱单的祝你们找到一个相爱的另一半，想脱单，然后明年呢我有一些这个会有这个新专辑的打算，然后也有一些戏剧的 plan， 希望你们都可以期待一下。说到戏剧呢，就是讲到这个，今年很开心，真的可以入围金马奖，然后也真的很不可思议，可以第一次入围就也得奖啊、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这次今年的，你没有看我的电影吗？然后还有那电影叫什么名字？哎，有哎，厉害厉害，因为这个电影名称蛮长。我吃了哪一首歌早餐？对，然后真的很，我也非常爱演戏，然后希望未来可以演出更好的作品给你们看。你会看吗？那我演唱会你们会来听吗？好，爱你们哦！带来这首歌，想知道在想什么。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
观众朋友们，祝你们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谢谢。偷偷跟你说新年快乐。对，你要往哪边去都可以，或者是往他的心里去也是可以的。新年快乐哦！新年快乐！